英国，一个你以为好熟悉的地方，生活同香港差唔多啫。小心，乜原来有啲地方唔影得相噶？有啲地方经过揸车都要俾钱，晾件衫都犯法，部车去边度补胎啊？甚至连睇个直播我都要俾钱，唔系嘛？留意英廉小事搜查官，如果你有同样有呢啲小事嘅疑问，喺下低留言啦，我哋喺节目度复翻你啊！